找你调查的事情有消息了。你是说15年前消失的那个女孩吧？那年失踪以后就被现在的养母收养，现在在酒店当服务员。我要投诉这个酒店的服务员。怎么了云总？竟然闯入我的房间躲在我背后。是他。你说我叫上官初夏。我是你爸的朋友，按辈分你得叫我叔叔。云叔，请您给我这个机会，我要找到证据。我帮你。你都已经帮我太多了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说了我会帮你，让我做你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你配合我就好。再等等嘛。不行，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。哼，说好了一起就是要一起。咱们不是说好要保持距离的吗？保持距离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过。你都那么大年纪了也没谈过恋爱，该不会是看上……太棒了吧。只是一场戏。看在我们曾经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求你了。他们想要害我女儿，我只求你保护好她。上官初夏，我只能用这种假订婚的方式守护你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？那这个是植物归原主啊。我给你换一个。小鬼，嫁给我。好。